逐天哦，就是伫遮顾这个灶啦。安尼啦，啊，到过年时啊吼，你看，不是糖啊啦，啊无就吼，你看圆啊啦，拢是甜的。啊，无讲一项菜安尼，互我安尼食一个过年。你看这糖啊，这甜的，啊这，啊这是啥？啊这菜头啊，啊这梅菜，啊这，啊到几多钱？嗯，哇！啊，这是拢菜头诶，奇怪，啊哪有这个菜头啊，这么啊侪色个？是我头先看到诶，用这个摆正特别咯，哈哈！这是做要出产的，啊，我算看卖。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啊哆咪一碗两三百块啊，我了解了。哎，这个菜头吼，这是伫咧当时迄个所在有人专门伫咧种，啊，你来熟悉一个袂歹咧，熟悉一个后摆哦，我若只人甲我拜拜拢食这個，嘿嘿，啊，佫真有特色咧。嘿，啊，这是要叫甚物人啊？啊，我知我知，即摆吼，这个长哥啊，哼，即摆伫咧虎门，伫咱这农产品哦上厉害，我就叫长哥。哎，长哥，即摆跟我提出来。啊哈哈哈嘿嘿嘿，长哥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即摆吼，伫咧当时的所在啊，有人专门伫咧种这彩色的菜头，你去遐访问看卖啊，看到底这款的是安怎种的，那我当种到这尼啊好食，佮这尼啊侪色的，伊也记住在心哦，知无？嗯，等。哎，奇怪，啊，这就无人啊，啊，拄仔那会敢亲像去赵军哦，啊，甲我托梦甲我讲。讲啥物？迄当时遐有人伫咧种迄个号做啥物彩色的萝卜，哪有可能？免啰嗦啦，进去啦。朋友啊，台湾农业呢是世界有名的哦，外销国际嘛是下下叫的啦。亲像金蕉啦、山药啦、往来啦，每一项呢拢是帮咱台湾农民啊创造出袂少的收入哦。也毋过赵军伫咧讲的啥物哦，彩色的菜头，我阿灿啊吼，阁是头一摆听到的呢。有红的，有黄的，有白，啊，阁有紫色的，哇，遮尔啊奇巧。啊好啦，乡亲时代啊，即摆呢，就对我阿灿啊吼，来去当时找看卖啊一下。哎呦，迄这所在来遮尔啊寒，哇，阁遮大景。赵公家变来这个所在，啊，这一箱这哦，一定拢是灵性的。哎，大哥，你在创啥？哎，我说拍摄，那是赵公哦，伊甲我变来这个所在，我唔是来遮偷做菜。啊，这红菜长那遮济，这是要外销日本的，因为东势乡是全台采红菜头的乡镇之一。哦，无怪遮尔啊济，安那，阮伫外口吼，安那去食啊，食到唔是拢遮出产的较济。嗯，三分之一是东势乡出产的。啊，佫两位产区是倒位？是伫个彰化的宜林，啊，甲台南的将军。哇，啊，这到底吼是拢总有几种啊？红菜头有基本的咱咧食的甘仔色的，啊，佫有七彩的部分。有遐遐遐特色啊？嘿啊，因国外有七彩的部分，所以咱台湾今年伫个东势乡嘛有种七彩的部分。哦，啊，那安尼咱台湾遮你看到真正红菜头，无你底看？去远底看到有啊。远啊，内底啊！系啊系啊！安尼好啊，安尼，咱只远啊，离只外远，无偌远。等下哦，我请阮小姐带你去，伊现在要去田间哦，做一挂采样，因为阮喺外销进前哦，拢会检验363项的农药，所以拢爱去田间做采样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啊，无甲麻烦你带我来去看。好啊，好啊。好，无问题。嘿嘿，安尼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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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即咪紧来去采来啊，无带这个所在。哦，今日食薰呢，啊，我要看是。听文生兄弟咧讲，伊自爸爸的时代啊，就伫咧种红菜头啊。迄个时阵呢，种偌济啦，卖偌济，拢毋是农民伫咧控制啦。七八年前呢，伊倒转来接手了后，感受到农民种作的辛苦，又搁接触到外销竞争甲内销的压力，伊才决定讲要将农业家转型，走向精致化的台湾品牌啦。即卖呢，已经是分嘉南地区上大间的红菜头供应商哦。一年外销日本啊9000吨，单批啊就超过1800万啊，
更加呢走遍到全球十二国，实在是吼、哦，吼吼，有影好厉害啊！那个明珠妹妹，阿公妹哦，叫你带我来这里看。啊，你来看看萝卜为什么带着这个平板电脑做什么？我记录做迄产销履历啊。这不是拢农民家己种着，家己记录，咱就爱去记录。因为咱遮阿叔阿伯啊，足侪人拢唔捌字，啊，你叫用这电脑伤困难啊啦。啊，咱就只好咱来帮做记录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啊，这片这规片这是恁家己的就对了。是算是阮客族的农民嘿。哇，啊那安尼讲起来，咱家甲农民安尼有客族差不多偌济？差不多一百五十家。啊，一百几家啊，拍个你拢爱逐句去巡啊去记安尼哦。无啦，都一百五十家啊，都轮流啊做规划，看卖这礼拜咱要巡几家。哦。啊，都每一礼拜都去巡，看卖巡到。啊，这好水啊。哦，这个真水啊吼。啊，这唔拢差不多啊，差不多会当采收啊。阮公司外销日本的迄红菜头啊，就是东部诶通过迄日本台湾363项农药检验的合格。嗯嗯嗯。甚至阮是台湾第一间吼通过国际欧盟 Global Gap 认证的公司。啊，像我这安尼嘛不简单嘞哦。啊，你这是对学校学的，还是你家己去对人学的？来公司对阿叔甲阿伯学的。哦，你哦，啊，学你甲做，你甲做这个记录就对啊。安尼哦，啊，记录啊，像这到底这是做啥物个？就哪讲？菜头。菜头。菜头唔是啦，菜头是白色的，迄个哪是菜头呢？嘿，啊，这啥？红菜头。红菜头。啊，红菜头啊，迄个日本人安尼讲？鳞茎。鳞粒。鳞茎啦，鳞茎啦，这叫做鳞茎啦，这日本人上爱的鳞茎啦。嘿啦，啊，台语讲是红菜头啦，安尼啦，嘿啦，对啦，安尼，啊，有啦，有哪白啦，你有哪白啦，会记到做鳞茎，安怎呢？安怎鳞茎呢？危险呢？啊，就对啦，啊，是啦，看明珠妹妹呢，安尼拄拄毕业尔，就走来这田园的，安那学，安那做啦，甲这农民有功夫哦。什么人伫咧讲哦？咱台湾的农业啊，无新的希望咧。文生兄应该超过100个农民客座。对种开始啦，严格来控制着农药的选择甲叶的分量啦。红菜头120天的生长期内呢，上尾啊一个月啊是禁止叶农药的，所以啊会当通过国内外动物检验的合格证明。而且呢，伊知影讲古早用人工伫咧挽菜头，就敢若亲像儿歌共款啦，嘿哟嘿哟拔不动。哈哈，听伊讲呢，伊嘛想着方法来解决哦。客族的农民啊，只要讲安心将这个红菜头啊，甲种好水，其他的吼，伊拢总变烦恼啦。各位朋友啊，假使哦，你若有介意我这个节目，赶紧啊订阅草地状元频道，迄、那个右下角遮，甲订阅按下去，安尼就对啊啦。